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进行品》第十页，寄送第六大段，第二个小段。第十首偈看起啊，第十首偈，若见大河，当愿众生得遇法流，入佛之海。这也是在路上行走的时候啊。也会遇到啊，大河、小溪啊，处处啊都能看到溪水流如河流，河流啊流如大海。那么中国这个地理位置西北呢都是高山啊，东南呢是沿着海岸，所以水都向东流啊，都是流入大海。所以我们见到河流也引发菩萨的宏愿啊，我们说引发实在这个言辞都不是很妥当，但是找不到更适当的这个词汇来说啊，所以我们要懂得意思啊，它是自自然然，既没有分别执着，也没有起心动念啊，由此可知菩萨的宏愿是自发的啊，只要轻轻一接触他就能发起啊。那你要问他的因，那可以说因是在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，这个阶段初学佛啊，发心发愿啊，那这个四弘誓愿呢，在我们现在这个很生疏啊，也会念呢，天天念呢。为什么说生疏呢？常常忘记，所以就很生疏了。那不像贪嗔痴慢，贪嗔痴慢呢，你不想它，它也会生起来。啊，真的，这个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它就起贪嗔痴慢。所以贪嗔痴慢呢很熟，啊，这个佛法呢很生疏，啊，就是在这个一切境界当中啊提不起来，啊，这就是生疏，啊，那功夫呢？古大德常常教导我们呢，把熟处啊转成深处，深处转成熟处，啊，也是就是说，像我们这个念佛啊，把贪嗔痴转变成阿弥陀佛，啊，把阿弥陀佛要像我们现在对那个贪嗔痴一样的熟悉，这熟透了啊，它就起作用。贪嗔痴熟透了啊，就是三途啊，啊，果报啊是在恶鬼地狱出生啊。阿弥陀佛要熟透了，果报在极乐世界，这个
要知道啊，所以要能转得过来，转也不是随便说说就能转得过来的，这个东西要功夫啊。为什么功夫呢？习气。我们无量劫来在六道里头生死流转，所以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就熟透了。那么这三样东西呢，全是障道啊，不但障道，把我们的物门都障碍住了。为什么学佛学了这么多年不开悟？这就没转过来呀！要怎么转过来呢？那真是祖师大德教诲的，一门深入啊，常识熏修啊，这八个字可重要啊！早年我在新加坡教学生。常常提这八个字。有一次，明山老和尚到新加坡访问，我们遇到了。他看到这八个字，频频在点头啊，一直都在这里赞叹呢，这个才正确。真正有成就，这一生当中快速成就，有把握成就，就是一门。一部经，一个法门。不能学两部经的。这从前我们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教导我们，学经叫只准学一门，两门他不教。初学的时候不懂啊，总认为我们程度太浅，一步一步慢慢的学吧，到以后齐如之后才知道这个里头的奥妙啊。才真正明白佛为什么开这么多法门，是为了戒引不同根性的众生，所以是救路还家了，不找麻烦了。所以有八万四千法门，在理论上讲无量法门。那么你要当一个导师，大导师是如来啊，是佛啊。导师大概也都是菩萨了，祖师大德了。你也要像佛一样普度众生。那普度众生呢，那就得门门都通才行啊。你所接触的众生根性不一样嘛。你只通一门，你就只能够戒引一类的众生，也不错啊。那个也非常难得了，自古以来祖师大德给我们表演的确实很多啊，一生就是一部经一个法门，绝不改变，他就是大彻大悟。所以一经通，一切经都通了，他还是弘扬这一部经。为什么呢？给后人做模范，做好样子啊！不要让人家看到，哎呀，你看他不讲很多经啊，他不学很多经吗？我们也应该跟他学，错了，
他不是学讲很多经是没错，他不是学很多经，他是学一部经，一部经通了，一切经都通了。啊，你要是一生当中想学个几十部经，到最后是一样都不通。那我们今天看到这首这个偈子入经大河，啊，这个大河像中国的长江黄河，这大河，诸位想想，黄河长江有多少支流，支流里面还有支流啊，乃至于山上这些小溪，你看那小溪水流在什么地方，流到哪里去了啊，流到小河，小河流到大河，大河流到江，流到这个大江，大江流入大海，哎，它就沿一条路子走啊。如果它不沿这条路子，这个小溪的水又想往东，又想往西，又想往南，它能不能达到海啊？达不到啊！啊，总是沿一个方向，总是沿一条路，决定归到大海啊。这些道理啊，我们要清楚，要明了。啊，那别人学那个法门，我们赞叹礼敬。啊，就像华严幕后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给我们做的示范。啊，五十三位善知识是代表无量无边的法门。啊，每一个人所修学的法门不一样。善财童子去参访，你看看礼敬赞叹，啊，这参访就是什么法门都明白，啊，他自己修什么法门，在五十三参里面有没有看出来，啊，我是在早年啊第一次讲华严，忽然想到这个问题啊，善财学什么法门，啊，华严经细细去读诵，这明白了他修的是净土法门的，啊，怎么知道他修净土法门呢？善财的老师是文殊菩萨，文殊普贤都在入法界品末后啊，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菩萨带头啊，善财是文殊的得意门生啊，入室的弟子啊。那你就想到文殊菩萨传的什么法门啊？当然是净土法门啊。那么再仔细看他参访，第一位参访的德云比丘啊，四十华严里面称为吉祥云比丘啊，梵文的原文是一样的，这是
翻译的法师不一样，啊，德云跟吉祥云意思相同，啊，德云比丘教的什么呢？念佛法门，这个意思要懂啊。第一个老师啊，代表什么呢？先入为主，代表这个啊，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呢，我们就完全明了善财童子是修净土的啊。然后你再看五十三参最后一参啊，第五十三开头德云传的念佛法门，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，你看自始至终他自己修学有没有改变呢？没有啊，真的叫一门深入长时熏修。那么当中这个五十一次的参访，这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，面面都接触到，什么法门都接触到，什么法门他都通达，他都明了。他修不修呢？没修。怎么知道没修呢？念得离此，这个意思很深呐，啊，啊，念的是感恩呐，啊，啊，感什么恩呢？他这个法门通达了，明白了，一丝毫不迷惑。啊，离慈是离是离拜，慈是不修这个法门，还是修念佛法门，表这个意思。啊，我是看出这里面的门道，这才死心塌地皈依了净土啊。所以我是什么人把我带到净土法门呢？不是老师，老师是苦口婆心的劝导我，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啊。我不反对这个法门，但是我没有兴趣修这个法门啊，兴趣在教啊，啊，而且是广学多闻，啊，这个路子就是错了，啊，但是老师给我纠正，啊，我还算是一个听话的学生，啊，不违背老师的指导，啊，一门深入。我是从楞严，从华严里面啊，看到净土的殊胜啊，在楞严经里面看到二十五圆通章，发现了大势至菩萨圆通章，是不思议的法门。这个不太容易，因为很多讲这个楞严经的都没有把这个意思讲明白啊，没讲得清楚啊。二十五圆通章大家都知道，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是文殊菩萨所拣选的，此方真教体啊，清净在英文呐，啊，大势至菩萨圆通章有没有当玄呢？有，明着是玄观世音菩萨，暗中是玄大势至菩萨，啊，怎么知道呢？排列顺序不一样，啊，如果是按照一般顺序来排列。这二十五个人呢，观世音菩萨要摆在第二位，就正常的
这个次序，啊，它是六根、六尘、六识、七大、二十五，是这样排法的。那么观世音菩萨是耳根，那六根里头，眼根、耳根不是排在第二吗？啊，他没有排在第二，他把它放在最后，那就叫特别法门。啊，那么大势至菩萨是在七大里面，七大的顺序是地水火风空见识，啊，大势至菩萨是见大，啊，那应该排在十的前面，十大是弥勒菩萨代表的，啊，弥勒菩萨是研究为十的，啊，可是他位置是什么？排列位置呢？两个调换了，大势至菩萨排在第二十四，观世音菩萨排在第二十五，两个特别法门，不是一个。但是观世音菩萨从第二掉到最后啊，太明显了。啊，大势至菩萨说第二十三呢，跟二十四两个交换呢，不太明显，不容易看出来。你不仔细的话的时候，你就没法子发现这个里头一个秘密。啊，所以我们是，我楞严好像讲了七遍了，最后才发现了，啊，前面讲也是含糊笼统啊，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啊，啊，以后注意到两个特别法门，啊，两个特别法门怎么讲法呢？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呢，他所度化的对象是遍法界虚空界，一个都不漏。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，那个对象只限于娑婆世界，不是遍法界虚空界，啊，只是娑婆世界众生的根性，耳根最灵。那么观世音大势至，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两位得力助手啊，他带你到哪里？当然带你到极乐世界嘛，啊，我是从这些地方看清楚了，看出苗头了，才实现他的皈依净土啊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了。大经戒引的啊，老四当年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，劝我也很欢喜，没有完全接受，老师看出来了，知道啊，我也很感谢他了啊。到最后毕竟啊，是华严楞严把我带到经宗里面来啊，这个也就是个人根性不相同啊，缘分不相同啊，但是我还是有缘分啊，能够接触这两部大经啊。楞严是我在李老师会家主修的一部大经啊，所以一经通啊，一切经都通达。不但佛门里面一切经都通达了，
这个世间所有一切宗教的经典你也会懂到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根本是一个。什么是根本呢？华严经上讲的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变法界虚空界，森罗万象一个根源。所以你只要一门深入，要入到什么程度呢？要入到明心见性，那就全通了。就好像山上这个小溪，只要顺着走，不要自己有意思，顺着这个河流去走呢，走到小河，小河走到大河，大河走到大江，就入大海了。这个才叫得遇法流啊！入佛之海啊！只要你坚信。你就跟诸佛如来一样，诸佛如来是海水啊，没有见性呢，没有流到大海里，你是江水、河水、溪水。只要是谁，都有佛性，那为什么呢？都有机会流入大海。所以他取这个意思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只要顺着佛性，不要违逆佛性，成佛就不难了。曾经有人问过我，他说法师，有人讲啊，菩萨修行成佛了，要经过三大二僧祇劫，这时间太长了，那我们行吗？这问题问得好啊，实在讲，很多人都有这问题。如果你念过华严经，你对于三大乘祇劫就更明白了。三大乘祇劫是对谁说的？对化身菩萨说的。原教初住，要证到究竟果位，有42个阶级。是住，是行，是回向，是地，等觉、妙觉。佛说，这42个阶级需要多长时间？三大乘祇劫。那么在这个之前，换一句话，你在十法界里面修行那个时间都没算进去。那要算进去啊，真的是无量阿僧祇劫。那你这样一听呢，那就吓坏了。无量阿僧祇劫，我们怎么能成就？如果你能够深入经藏，佛讲的话不是假话，但是佛的话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有方便说，有的时候有真实说。方便说呢，是随顺众生的常识。
包括现代的科学，众生相信啊，佛法超越了科学，华严经上告诉我们，念界圆融，这话怎么讲？无量劫可以浓缩成一念，一念展开来呀，就是无量劫。无量劫跟念劫跟一念呢，不二啊。就跟芥子纳须弥，须弥纳芥子的比喻完全相同，这都是事实。近代的科学，这是最近几年，应该今年算是5、6年前，很近很近，美国太空总署发表一个报告，最新的发现，时间跟空间不是真的，在某种条件之下了，它等于零，时间等于零，时间就没有了，空间等于零啊，空间就没有了，空间没有了，给诸位说，距离没有了，远近没有了。时间等于零，先后没有了。科学家近代才发现，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条件。你看，佛法在3000年前佛就讲了，念界圆融啊。凡夫成佛呢，是一念之间的。这一念就是呢，转迷为悟，所以一开悟，凡夫就成佛了；一迷惑呢，那你就变成凡夫了。佛说这个话是形容，真正的意思是形容。觉悟难啊，难在哪里呢？难在你自己的习气太重了。业障习气太重，你好像我们在这听经或者念佛，功夫得力的时候，好像自己觉悟了，可是几分钟之后又迷惑了。我相信这种境界，许多同学自己都有亲身的经历。觉悟的时间很短，迷惑的时间很长。这种现象对修行人来讲好事啊！你看，你没有接触佛法，你就像我们这一生当中，没有学佛之前，十几年，20几年、30几年，从来没有一念觉悟啊，没有过啊。学佛之后读经，念佛，或者静坐，或者听经，刹那好像一下觉悟，那个觉悟就像闪电一样，闪了那么道光，好事，为什么呢？你开始有这个现象了，希望以后这个现象呢，次数越来越多。如果这个觉悟保持不失去的话，你就正果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就功夫，就是这种悟是次数越多越好，时间越长越好。通常我们初学的时候，这个一念觉的时候，时间是一刹那，
非常短。啊，从这一刹那慢慢到一分钟、两分钟，啊，一分钟、两分钟那就不错了。啊，慢慢的次数多，慢慢的时间呢加长。啊，这是每一个学人啊，都必须要经历的道路啊。所以这是好事情啊。那为什么有的人觉悟得快，有的人觉悟很慢啊？这个里头有两个因素啊。第一个因素呢，蓄势善根啊，那个人过去生中修的时间久啊，生生世世都修啊，这个人过去生中修的少啊，啊，这是讲蓄势的善根不一样。啊，另外一个原因呢，就是我们这一生当中，那个放下的功夫不一样。啊，能够什么都放得下的，容易，他障碍少。什么都执着，什么都分别，什么都那么认真计较，那他要觉悟可就难了啊！我说障碍了无门啊，所以我们真正要求觉悟的时候，不能不放下了啊。张家大师教我的，放下看破，看破是智慧。啊，从哪里下手？从放下下手。你不放下，你的智慧不会现前。啊，要放下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从前生活样样都计较，啊，都讲求。我过去性格也是如此。啊，学佛大概总是学了五年五六年之后啊，才对于这个生活不再讲究了，什么都好啊，无论是自己亲手下厨房啊，不再讲究啊这些东西了啊，一切都是随手拈来啊。到晚年我自己不用下厨房了啊，无论什么人做，无论做什么，做什么菜饭，我通通都能接受啊，决定没有丝毫挑剔啊，心呢慢慢平了，这个障碍就没有了。所以衣食住行，你要是不放下，障碍无门，也障碍你往生啊，甚至于你讲经说法弘法利生都要放下，它也是障碍嘛啊。那为什么现在还在此地讲呢？缘，随缘啊，有缘就来了，没有缘绝不去攀缘啊，决定不行，哎呦我要到你这，没有这个意思啊。就我们到这儿来是香港回归的那一年啊，我到这边来看看，过去常到香港来，这边朋友很多啊，回归的时候来看热闹，我们这边有几位同修啊，老同修了，看到之后啊，希望我再回来讲经啊，他们很诚恳啊，我就答应了，随缘嘛
这三个老同学都在我们道场，你们常常都看到他。啊，何彩娟、何丽香、张美凤，他们三个人。啊，没有人来找我，我不会主动啊去找人。啊，总算给这个地区有缘分，啊，确实到香港来法缘就很殊胜，啊，第一次来1977年，啊，那个时候盛怀法师，啊，他从台湾的时候跟我认识，邀请我过来，啊，还有个谢道莲居士，两个人，啊，我来到香港头一天晚上，常怀法师接待我，啊，告诉我这一边呢佛教里面一些状况，啊，跟我说，就是香港人听经的风气啊，不太有兴趣。啊，他说很多有名的啊，是高僧大德到香港来讲经弘法，听众也不多。头一天人很多，最后圆满一天人很多，他就是两天呢，大家来捧场。当中啊，稀稀落落的。这他告诉我，他说净空法师，你不出名啊，没有人知道你，你心里要有个底子。可能讲经的时候啊，因为我们约的期间是4个月，这么长啊，他说可能呢，会有几天呢，一个人都没有。我就跟他说不要紧，没关系，我们有桌椅板凳嘛，啊，没有人听啊，我对桌椅板凳讲嘛，啊，他说那行，你有这种这种心态啊，那就没有问题了，啊，所以我说我不在乎听众多少，一个两个我也很起劲，没有人我对桌椅板凳讲的也很起劲，啊，在没有想到的时候，开讲那一天人确实是都坐满了。啊，他那个道场很小，没有我们这个地方大，啊，这个大概150人就挤满了，啊，那么就4个月下来，天天都是这样的。这个常怀法师说，他没想到啊，你的法缘这么殊胜啊，啊，所以在这边呢，还是有缘，啊，还是有缘。所以这个佛法讲啊，一切是因缘生的，啊，我们要给众生结善缘，啊，决定不可以结恶缘，啊，佛菩萨古圣先贤常常教导我们，冤家宜结不宜结，啊，过去生生世世遇到佛法的机会少啊，没有遇到佛法的机会多啊，这六道众生呢，大致状况都差不多啊，啊，没有遇到佛法完全随顺自己烦恼习气，所以烦恼习气才这么重，现在自己知道啊，没学佛的时候没有觉照的功夫啊，啊，现在有一点觉照的功夫，知道自己烦恼习气重，发作之后都后悔啊，
可是境界现前呢，自己做不了主，不知不觉又发作，不晓得要多少次才能回得了头来。我自己有经验，我是过来人啊。我学佛55年了，我知道这个境界转过来是相当不容易，相当长的时间。我能转得过来，靠什么？我有一个秘诀，我知道习气非常非常难转，我用什么方法呢？我用讲经。你看早些年来，差不多前面二三十年，我常讲，你们以前听到我这个讲经，那个时候没有录像，有录音带，我都常讲，我不会讲啊，我要在讲台上练习啊，所以有些人批评我，我好讲经，我说我不是好，我用讲经来治疗我的烦恼习气。因为讲经逼着你天天要准备，你天天要读经，你的精神能够灌注在经典当中。我用这个方法来改我的烦恼习气，很有效啊。我说我是对治自己，我说哪一天我要真的会讲，烦恼习气没有了，我就不讲了。但不要以为我喜欢我好讲啊，不是的。每一个人烦恼习气不一样，你总要找到一个有效的方法来治疗啊。我用这个方法来治病啊。知道的人有不多。那么每个人治疗毛病的时候方法也不一样。有的人用参禅，有的人念佛，有的人用持咒。我都试过，不得力。这个经教很得力。当然这个与读书的习气决定有关系。喜欢读书，读书的时候专注，不会分心，所以读书也是禅定，这个我也讲过很多，我们诵经，学教，也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。所以你要懂方法，你不懂方法的时候，你还用妄想分别执着，那就错了，那这个效果就收不到了。所以读经言教都不要用分别，也不要用执着。心平气和。不懂的地方不要去研究，研究肯定错误，怎么办？不懂就算了，念过去，变数多了，功力深了，自然就懂了。所以古人讲啊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这个话说的有道理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念到清净心现前，智慧就生起来了。智慧怎么生呢？不懂的地方看懂了。了解不够深度啊，现在了解有深度了。这个都是智慧现前的现象。
啊，专学这一部经，翻翻其他的经典，他都能看得懂。啊，意思都能够明了，贯通到别的经上去了。佛菩萨、祖师大德们不骗人呐，他们真正的爱护后人，哪有骗的道理？句句都是实话。最重要的，你要信得过啊！那你要是不相信啊，那就没办法了，那你真的是不得其门。菩萨见河流，啊，能愿众生得于法流，念念不忘，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。我们今天塑佛像、造佛塔，对众生有没有好处呢？不能说没有。啊，只有一种好处，让他看到了。所谓是一粒言根，永为道种。跟佛法结个善缘，这个目的达到了。要他在这一生当中觉悟、修行、开悟、证果，那这就办不到啊！见个他办不到。造一尊佛像也办不到啊，那要怎么办？要读经，要研究，那这个利益就大了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不是用一尊佛像教化众生的。你要知道怎么教啊？上课教学啊，将近三百余会，说法四十九年，这个诸位都知道啊，天天跟大家上课，从来没休息过的。怎么上课怎么从来没休息过呢？凡是遇到人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只要世尊遇到了，一定给他谈话。谈话就是讲经，谈话就是帮助他觉悟，就是帮助他处理疑难杂症。你说是不是讲经？哪有中断过呢？不是说在讲堂上聚集大众上课，这叫讲经，对一个人也是讲经，对两个人也是讲经。释迦牟尼佛跟人往来，只要开口，没有一个字是废话。佛教我们没有戏论，他自己怎么会有戏论？戏论就是没有意义开玩笑的话，佛一生都没有啊。接触大众，
应机施教啊！啊，他是什么样根性？用什么方法？用什么样的言语帮助他觉悟？帮助他回头？啊，这个本事阿罗汉以上才有。啊，有神通啊！阿罗汉能知道人过去五百世，那他有这种能力啊，续命通啊，所以说法就很契机。那菩萨能力就更大了，啊，我们这些凡夫不行啊，没有能力关机啊，不知道你过去生干什么的，你学什么的，咋不知道啊？啊，所以观机的能力不如佛菩萨。啊，那说法的效果呢，当然也就比不上啊阿罗汉了。啊，不要说佛菩萨了，啊，比不上了。这个一定要懂，可是自己要认真努力，自己好好的学。啊，随时随地将自己所学的帮助别人。啊，我们得入法流，也帮助大家入法流。啊，今天入佛之海只有一条路，信愿持名求生净土，那就肯定入佛之海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，休息几分钟。